下面桃树下而已，好想听你对我说我爱你，你微笑的眼睛牵动我的心，遇上你是我今生的传奇。月亮下面唱着哆来咪，好想把你拥入我怀里，不管未来有多少风和雨，只要能和你我什么都可以，我什么都愿意，愿意为你。你就是我今生今生今生的唯一，我发誓发誓发誓要找到你，用我的一生珍爱你一生，穿越这世俗红尘。就是我今生今生要等的缘分，我愿意为你打开幸福的门，用我的一生呵护你一生，让你快乐一生，幸福一生，爱你一世一生。来，这个新康八四天的第二天的暗时，家己煮，家己排帐篷，什么碗锅拢家己来。哦，有够硬啦！要收这比起来，当然四天较硬哦，这无较轻松哦。这新康这真正唔是好康的呢，要收哦。现在来到哪里了？典礼山。2018年1月1日的日出，在对面。我的背包套结冰了，迎接2018年1月1日没有露出看结冰背包套。OK， 准备出发。球啊，拢结冰啊！球啊，拢结冰啊！结冰了，再拍几秒，来到这个。往新康遇见这个网友，怎么称呼？戴玉礼，阿班。哦，很高兴呐、啊，认识你啊。2018年1月1日，新康三，海拔3333。2人高3/8，风耶！够美啦！哦，今日飞这新康的转机三天。2018年1月1日，新康很短，今日爬第三天，已经爬到这个新康山了。2人高3/8，第59颗，恁嘞？几多颗？50。哎，我知啦。啊，你45、50、40。今日看安尼，你就知偌轻松啊！也有苹果、枝粒，也有高丽菜，哦，也有迄个烤鸡面，鱼啊啦，哎，高丽菜上啊，我们要再去。正正的哦。主持高丽菜。你请食。哦，过来翕一张啊！OK， 好。现在来到天空堡垒，攀岩最危险的地方。那真正会软脚啦，夭壽！那是要怎落？空，刚刚空，别冰冷的庄严，像弦乐弹奏情歌，夜夜。
八年一月一日，今日来到这个新康山、新康横断四江的第三江啊，哟！恭喜我们的队友吴哥，那个百叶第五十颗啊，烫沙啦！烫沙啦！大家要烫头，我赞啦 ！OK。我不会公开了。但你怎么样都会讲那个戏，这太惊险了！哦，这是相当啊，要求相当高。哦，这树也是水啦，不过我那恐怖看的呢，眼睛神中球啊！啊，你那会。360度，哦，树也超美。现在来到天空堡垒终极站，哦，四个360度足水的啦，但是真恐怖，足刺激的哟、哦。哦，我坐就好啊、哦。哎、欸，我坐。行到那动物，你再行过。这个动物拢练。哦，那个。没有办法转这一圈，太无行个。等下变成生命中最后的。手开始啊，来，我跟你讲。最高点，这里风景视野真的最美，也是最偏远、最远的、最恐怖。哦，要修恐怖啦！我来翕一张啊，来，搁一张一二三，用摄影来翕一张啊，一二三。用我的一生呵护你一生，让你快乐一生，幸福一生，爱你一世一生。
就是我今生今生今生的唯一，我发誓发誓发誓要找到你，用我的一生真爱你一生，穿越这世俗红尘。你就是我今生今生要等的缘分，我愿意为你打开幸福的门，用我的一生呵护你一生，让你快乐一生幸福一生，爱你一世一生。来到这个新坎要回来，要下瓦拉米的路段，这神木真水，赞哦！哦，水哦！过去的点点滴滴，到如今都成追忆。我们默默地为那同心的明灯的庄严，唱起乐，弹奏情歌绵延。想听你对我说我爱你，你微笑的眼睛牵动我的心，遇上你是我今生的传奇。月亮下面唱着哆来咪。
想把你拥入我怀里，不管未来有多少风和雨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我什么都可以，我什么都愿意，愿意为你。你就是我今生今生今生的唯一，我发誓发誓发誓要找到你，用我的一生珍爱你一生，穿越这世俗红尘。你就是我今生今生要等的缘分，我愿意为你打开幸福的门，用我的一生呵护你一生，让你快乐一生，幸福一生，爱你一世一生。